哎，今天呢正式出发了啊！我要下高原了，从3000米的高原下到这个900米的地方啊，海拔的问题就已经消失了。那现在呢要往哪儿去呢？要往若羌县去，就正式的啊前往这个南疆了啊！哎呀，出发呀！到这儿就看到一辆霸道啊，这路线的霸道是真多啊，家人们。然后准备上车放东西啊。这个青海刚进新疆的这个小镇子上啊，我在这洗个车，都给你冲了，都给你冲了，都给你冲了。哎呀，只有自助洗车，人家是一个东北大哥，周边啊这些啊，这块应该是个小镇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然后这边的什么检查站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周边的游客啊，大车司机啊，都来这儿洗。好嘞，车看着还行啊，出发出发，行，走了，师傅。哎，守着这儿啊，你开个汽配啊，这也挺能挣钱。你看自助洗车30。你从那个大盐蛋出来，你知道吗？哎，车上都是小虫子的印儿。你就这，你洗一天，那真是不少钱呢啊！和田方向啊，现在要往若羌去了啊。刚才这个过了检查站以后啊，这个检查站的女生直接变成了这个维族的这种金发碧眼的这种美女啊，就看着很突然就异域风情就出来了。现在啊，我正在穿越这个阿尔金山啊。穿越过这座大山啊，这条山脉才最终能赶到，也就是若羌县啊。这样看是不是非常的壮丽，非常的壮观？山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啊！哇哦，这里的山真巍峨啊！哇，在山里找了一个停车区啊，看到一辆国产的哈佛啊。我现在到了80库尔干的停车区啊，大家瞅瞅这后面广袤无垠的山区，哇塞，给一个大广角啊，大家看一看，哇，从这儿我们来可以俯瞰一下阿尔金山的这个山脉啊。大家都知道我出发的地方呢差不多海拔是3000米，等到了若羌翻过阿尔金山以后海拔就只剩900米了啊。所以说这一路上其实是在盘山路，是在下车。实际上现在进新疆啊主要有四条路线，或者说有两条不推荐走啊。一条是完全从内蒙的这个北线走啊，然后还有一条呢是从这个新藏线，这两条都不太好走啊，而且尤其是新藏线啊，从西藏到新疆也可以，但是新藏线呢就太偏了啊。一般来说都是从这个连霍高速直接进疆，从河西走廊，要么就是从青海芒崖这一块直接进疆。那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就是人比较少嘛啊，所以说整个要翻越阿尔金山，然后进入的又是最干旱的南疆啊，所以说这条路线走的人可能不如从哈密那块走的比较多啊。因为毕竟现在来说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阿尔金山我们大家看到啊还是比较贫瘠，虽然说比较巍峨，这里面据说还有这个自然动物保护区啊，也是非常棒的一幅景象啊。阿尔金山呢说起来啊，就是你一路开过去它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植被啊，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山谷啊它这个起伏的海拔的错落的高度也非常的高，就整个是你在从这个高原往下的时候，整个是这个温度是直线上升的，所以说你的气啊一定要打的不要太足，要不然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啊就很容易爆胎啊。如果你运气好呢，胎不爆那还好，因为一路上这个温度直接上来以后你就进沙漠了嘛，它一路上会有那个强制的让你停车的那个减速带啊，所以说呢你就得强制停车，然后呢接受一下这个轮胎的降温啊。当然你也可以不接受停车继续走，就过了那个减速带你就继续走啊，这个也无所谓，不过还是建议您停一下啊。哇，这个海拔急剧下降啊，从3000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就下降到1000多啊，这骨膜特别特别难受，就骨的难受，就是跟飞机降落时期一样啊，我估计得到很底的时候适应一阵儿，这骨膜才能适应过来啊，还挺难受的这样子。
在西河高速上行驶了有20多分钟了啊，一辆车都没有看到，后面也没有一辆的车，太荒凉了，太荒凉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太荒凉了。家人们，到罗布泊了，啊，到罗布泊了，家人们。罗布泊其实原来是个水源，是个湖。罗布泊是怎么发现的呢？问问大家，楼兰古城。广袤无垠的罗布泊啊，60年代以前这个地方还是有水的，它是坡嘛，对吧？哎，这也是当年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实验地啊。这是罗布泊边上的一个这个收费站啊，一个小时以内温度从10度左右降了啊，升到了现在的这个30多度啊，空气里都是热的，我的个妈，太难受了啊！那边就是罗布泊，然后路上全是大风沙、横风。然后这边停了这么多车还是不错的啊，看看这一望无际的黄沙，漫天的黄沙，灰蒙蒙的一片啊，哇塞，来这里啊反正要做好补水啊，因为气温很高，年蒸发量在差不多就是每日的蒸发量好像是在几千毫升上下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还是很恐怖的啊。哎呀妈，经过一路的奔波啊，终于下高速进了若羌县了。可是这下了高速我怎么感觉周围还是戈壁滩呢？啊，当年的这个水草丰美的丝绸之路，包括这个西域36国啊，现在都已经埋在漫漫黄沙下了。你看若羌县现在基本上也都是，你看走在路上这全是黄沙满天飞啊。不过嗨，南疆嘛，毕竟临沙漠地区嘛，应该都这样啊。若羌呢是整个中国最大的县，你们知道它的面积有多大吗？20.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江苏省大，比河南省还多出来5万平方公里啊。那么它这个县呢，总人口是8万人啊，里面有15个民族，所以说新疆这个地方大呀。进城区，开了大概有10几分钟了，还是这条路，高速都下了有10几分钟了。哎呀，你看看。人家这南疆风格的这个农村啊，哎呀，亲娘嘞！看啊，就住在这个民宿里，是不是很有南疆风格的民宿？家人们，旁边就是葡萄架，看着真有趣啊！这个民宿，哇，这正儿八经的真正住农村农家里面了啊！来看看，哎呀，南疆风格的小院。哎呦我天哪，太热了啊，终于到了，终于到了。为啥说6月份不能穿越罗布泊，不能穿越塔克拉玛干呢？这在城里我都感觉这得有40度了啊，我从佛罗里达来的受不了，先去办入住啊。大家觉得我现在住的这个民宿怎么样？它分成好多种东西啊，早上还管早餐，好几个区域我选的是葡萄架下的这个民宿啊。房间呢已经被我打开了，你看，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刚才我把包已经扔在这儿了，哎，比较现代化的洗浴啊。哎呀，若羌啊，这个风沙真的是大啊，整个的这个空气里啊都带着沙子啊，你仔细看，这整个的这个城市都灰蒙蒙一片。我现在是准备出去找一家这个地方按一下脖子，因为我这颈椎病啊实在是不行了，顺便逛一下这个若羌县城啊。20多万平方公里啊，县城就这么大点，几条街，一共就8万人啊，走着。哎呀妈呀，这风沙是真的大呀，家人们。哎，我们住在人家这个村子里啊，这村子里我看是一个维汉混居的村子啊，还有很多这个东乡族啊，哎，我也不太清楚啊，反正啊，长得也跟咱们不太一样，但是很有这个特色的一个小村子，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地方，原汁原味嘛，对不对？这两边的这个枣树啊、枣林啊、什么葡萄架都是人家自己种的啊，哎，还送我们一袋，吃的还挺好吃。哎呀，这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这你要搁我这儿啊，我就受不了。就是这个叫啥玩意儿？这个嗓子啊，就一会儿就干的不行。可能人家本地人也都习惯这样了啊。这真的是一座特别有意思的城市啊！你看这漫天黄沙，就整个我们当时洗衣服的时候啊，老板娘都告诫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把衣服就晾在外面。就如果你要把衣服晾在外面的话，你衣服肯定完蛋。
就是全是沙子，就洗了你就等于白洗了。哇，这样看真的是一张嘴就是一鼻子沙啊。这不是，不会是光今天这样刮沙尘暴吧？平时应该不这样，今天要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来的路上啊，我就感觉那个汽车啊就一直在，你看你看你看，哇塞，这个风沙大的。哦，人家这还真没啥雾霾，就是你们能想象吗？就是你下来以后那个三四十度的温度，然后特别干，然后再加上满天的沙子，哇塞，住在沙漠旁边真的不一样。哎呀，我下来了，我去转一转，这风沙太大了。但是这小区看着很新啊，还不错啊。但是他们那个楼兰博物馆有一句那个著名的楼兰女尸，就是三千多年前的那句楼兰女尸啊。其实我很想亲眼看一看那句女尸啊。那你说人家像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啊，他们都开什么车呢？啊，肯定都是大排量的 SUV 啊，或者是皮卡。我们看一看啊，你看全是这种特别高大的车啊，全是这种特别高大的车啊，好多我都不知道是啥牌子的。你看这车上的风沙，你看这可能在这放着，车上的风沙确实大啊，确实真的很大，这些风沙啊，这上面的一层风沙。看这些风沙大的，你看，哇塞，地上全是一层沙子，看到没？其实这个环境的变化令人唏嘘啊！你想啊，在汉武帝时期或者在先秦的时期，这还是水草丰美的区域，三十六国。其实啊，这不是现在变成这样，在唐时期，这西域三十六国就已经没有了啊，还有一些，但是大量的就已经，至少楼兰已经没有了。啊，在唐僧过罗布泊的时候也没听他说过一句楼兰，大唐西域记里面对吧，哎，是怎么描写这个若羌这块的呢？基本上就是上面没有飞鸟，下面没有走兽，然后万里全都是那种到处都是恶鬼虫。哎呦我天哪，这风沙太大了啊，满地沙子，看看，哇塞，漫天的黄沙，这可能拍不出来啊。现在嘴唇已经完全干了，家人们。哎，这种地方待着真的别有一番特色，爽！哇，你看人家这汽车销售卖的全是这种大皮卡啊，大 SUV 啊，全是沙子啊。往这儿放的是全是风沙，但这车它底盘够高，排量够大啊，在这儿必须都是大车啊。现在你猜这是几点？啊，现在是八点多，快九点，那大街上，哎，得了，我这个刮的不行了，这皮肤感觉都掉皮儿了，啊，我是也要回去啊，去洗一洗涮一涮了。他们这边的水啊，这个碱性还比较大啊，然后人家的这个当地人也都提醒我们，都说这个你最好是擦一擦身体乳之类的，不然的话呢，你的那个皮会掉皮的很快啊。又上这儿来买熟食来了，嗯，各种烤鸡，买了个拌菜，还买了个猪头肉，嗯，在那儿呢。这个菜市场还挺有意思啊，它是一个三角形的菜市场，啊，哎，到了市中心啊，这稍微有一点这个，城市的样子了，在城市边缘，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城市市中心边缘，我感觉都差不多啊，因为它一共就没几条街，三条街四条街差不多就那个样子啊。天空一片黄啊，黄沙漫天，这就是住在沙漠边缘的感觉嘛，太带感了。你看路上的沙子，刚才临出去之前啊，人家老板还跟我讲呢，说你们要没有空可以去米兰，说我们这还是古代的女儿国啊，啊，对，很有意思啊，这个地方，哎，就是漫天黄沙，风沙太大。